我覺得姜濤是一個幾神秘的人嘅，我覺得就反而可能一啲點會啊嗰啲會同我提下話，哇咁啊，所以我好中意聽你嘅一啲好浪漫嘅情歌嗰啲。thank you。細細個已經聽，啊唔係唔係即係即係未入呢行之前已經聽。咦，我哋好似今次第一次坐埋，都第一次都係正式傾偈啫。係啊係啊，之前見面都係喺全民造星嘅時候。咁今日咧，其實你問我，我真係開心嘅，有機會同你 jam 下歌啊，咁希望大家中意。嗯。想跟你找到消失的国土，探索史诗中那瑰宝。不管这世间风雨神殿内拥抱，思考古老爱情海里漫步。多想跟你捉紧此刻的美好，吻你的额头留记号。请相信爱可封印，用后裔知道我与你相恋的感觉多好。传说的画面或者一早已在身边，愿博到你笑着乌托邦永恒独占在目前。无声势无乱世，坐在咖啡店坐进远古思海的某一点，余生与你历险。不必搜索物证，想一想神话的要点，我们自己主演。经典或者一早已在身边，像某种信仰，一生至死虔诚奉献。如盛世，如乱世，曾还有书店，躲进远古诗海的某一点。神圣的画面未必通透，远在天边。问我多爱你，不需要考察，再说怎么算？来让我营造你最爱的场面。视线只对你专心看一天，神话我已遇见，谁管那个地点。一部分我知道他是个形象上都是比较偶像化少少啦，背后他都即系佢会问我啲 details 关于音乐嘅嘢，即系我中意自己咩歌啊，我会唱啲咩啊，或者系写歌部分嘅嘢啊，练乐器啊，睇得出佢系有个心有个 heart 去想去真系再学多啲嘅音乐啊，系真系想努力嘅。佢基本咧系我哋发声咧就唔系吹嘅，系有个 motion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如果冇哒就係，有個哒咧，哦，好清楚好多啦。你試下先，哒，哈，哈，唔係唱嘅，你唱咗個音出嚟啊，係吹個音出嚟，唔需要，要多啲力嘅，要多啲力嘅，你唔使冇唱係吹。佢 hold 實住嘅 ，hold 實住佢，係啦。哦，係啦，係啦，就呢個聲，震震地咁樣。係啊，掌握到個小技巧，其實你會覺得呢樣嘢好好玩。見佢過程中有俾好多一啲，即係會抱下你啊，會咁樣。哇，嗰下你會覺得，嗯，就真係冇咁緊張啦。你會嘗試同佢一齊去 enjoy 嗰個歌咁樣。今次可以同姜濤呢個合作，我覺得挺新鮮的，
可以有多啲多啲互動。佢可能即係 for example， 我可以 show 下佢 saxophone， 或者係同佢了解一下可能音樂上嘅嘢啦，可以交流咯。但佢同樣地都 rub off 啲一啲比較 passion 啊、初心啊感覺。我最近都係覺得最緊要其實個 passion 個初心係冇變就啱嘅。其實我頭先一直有好留意。他唱歌的時候，即我當我望住你的時候，他是永遠都很 enjoy 的。即係最近呢個疫情關係咧，即係都會諗下啊，有冇其他嘅 crossover 嘅機會咧？即係以前少啲嘅，相信係即係大家去多啲去 crossover， 多啲交流，咁就有多啲新火花俾大家睇噶啦。好希望我哋以後仲有機會可以合作或者見。我希望我下次都可以教翻你跳舞，係啦，咁就俾翻啲嘢你。俾翻啲嘢你啊嘛，你俾我，我咪翻你咯。